海拔3750米，7.5亿投资，800位演员，数十种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，跨越时空的藏传文化视觉盛宴，最大的规模。动人的音乐，最恢宏的气势。观的场面，备受瞩目的大型实景剧《文成公主》昨晚进行了最后一次试演，我市组织驻市官兵观看了演出，以此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到来。各位观众，这里是大型实景剧《文成公主》的演出现场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场上的观众的是座无虚席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聚焦人间圣地天上西藏。文成公主，藏舞、藏戏、藏民俗等元素融入的大戏，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上千位观众，观众看得过瘾，演员演得开心。第二个部分也就是七彩西藏了，那么出现在第一个七彩西藏部分的方队呢，是拉萨市的彩车方队。余正生等还会见了拉萨市领导班的成员及有关方面代表，与大家合影留念，并向拉萨市赠送习近平总书记题词，加强民族团结，建设美丽西藏。非常非常的好看啊，他的这个很高兴，很好很好，对对对对，尤其是那个山顶上都有那种有白雪的那种样子，我很感动。